咱们要做的这个方块大家肯定都认识，但是一般的人还玩不到，等价交换幸运方块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，60个，这是咱们全部的 EMC 值了。我们要通过这个方块开到什么不一定啊，开到什么都是赚，因为这方块里啊没啊不是有怪物没建筑呀，别过来，你看他还打不过我，掉个锤子咱血赚吧，这锤子少说800万，哎呀700万，说少说多了，说多了无所谓啊，反正咱们现在怒赚一个锤子，然后看我们主要是要开一个能让我飞起来的道具。之前我说要做紫送果啊，但那个果子呀拆解台一会儿，哎，反正一会儿也做吧。如果这60个没开出来，咱就吃做紫送果啊，吃那个炫光飞天果就可以了。你看这开的都什么破烂啊！我就想要两个道具，一个是疾风戒指，还有一个就是虚空指环，看能不能开得到。哦，开出个怪，掉装备没？能穿不？这个可以穿，我穿这个，这带附魔。疾风戒指有了，不稳定水晶也有了，就差一个了。哎，不差了，虚空指环也有了，都能飞。朋友们，我运气太好了呀！我这样全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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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还剩7个也都开了吧，买都买了，对不对？都开了，全用了，没准出个更好的。我这啥玩意儿啊？打完我还跑了，他要不跑，肯定能把他身上装备打掉，还能赚点 EMC 值。我来看一下，咱们现在有多少 EMC 值。1860万，走回家。那么现在怎么起飞比较爽啊？一个是通过戒指飞，这个就通过戒指飞吧，那紫松果做起来贼麻烦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方块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大哥方块了。我找一下大哥方块材料啊。我没有，只有小丑鱼，还有就普通方块，还需要一个海晶石，需要一个指令。这个指令在 1.12.2 版本里边可以直接锁定位置啊，锁定我们大哥需要的海晶石的位置，我们直接 TP 过去就可以了。出发，就在这个位置，海底神殿。然后我们赶紧回去，不然一会儿直接给你上个 buff， 移动速度什么速度，那个挖掘速度全慢了啊，给你上个疲劳。我好像有怪要打我，啊，和平，没有虎皮小白的变身，要全变了。这是地狱龙，这是火龙，三条火龙全都被感染了，在沙漠里孵蛋就会感染。我们直接开100%幸运值的吧，我觉得100%幸运值可能比较刺激啊，不开100%，先来24%，如果开出大哥就好，没开出大哥咱们再换啊，再开不是100%的，因为要去摸地的话100%是开不出来的。最终之剑那些东西咱们现在还没有，我看一下啊，咱们上这边来，一定要到草地开大哥方块，最好找这种平坦的草原。为什么？一会儿大家就知道了。我上来就开装备吗？保护 XXL 哎呀，全套装备呀，太划算了。再开一个什么玩意儿？哎，100%的还能空吗？有什么护腿？保护 C 还加最大生命值，穿，必须穿。